里面出的是三二一公司的首歌，而且都很难懂。然后这一套音响他们有一首歌，所以我为他们剪辑了一首歌曲，为了我可以这套音响。然后舞蹈呢是刚刚编好的，所以新鲜当时也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们欣赏四号当代选手带来的演出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演出，谢谢。